今日嘉賓咧就係 Master Pencil 啦，咁佢出咗第一本嘅自己嘅一本嘅漫畫書啦，一本以香港如果遇到災難之後，從一個嘅災難者佢嘅日記啊，佢所感受一睇到嘅寫生嚟做嘅一本書。咁呢本書咧就亦都贏咗啲獎項嘅，不如啊～ 阿Pan同大家介紹一下。咁第一個啱啱講到係動漫節原創漫畫新生代賽啦，咁呢個係起源啦，冇呢個獎我就唔可以出到書啦。咁因為直接無名，其實就出版社好難會幫你出啦。嗰陣時呢個就係中間嗰個啦。中間嗰個啦，咁第二個獎就係香港金月獎，咁就最佳圖文書類別嘅，咁就因為我有圖有文字，咁所以呢個獎都好難得，因為其實好多時都啲前輩攞多嘅。 啊，好難得地都自己都攞到一個新人咁，其實呢個都好開心嘅已經。咁之後隔咗一個月啦，原來再有一個係印藝嘅協會搞嘅一個獎項，攞咗最佳意念出版意念大獎。咁其實呢個就我係覺得更加開心，係畫我即叫做畫有人認同，非常就開心啦，但係。 我依個構思得到認同係更開心咯，即係起啲人係原來係會欣賞呢個概念，因為一開頭出呢個係問號嚟噶嘛，即係呢個扮寫生簿一個題材係出面而家即係香港嚟講冇試過咁樣玩噶嘛，咁其實我唔知道得唔得噶，可能啲人哇都唔係書嚟嘅，我要睇書喎，咁可能會有人唔中意，但係出到嚟呢樣印證咗係。 啲人中意呢個idea，咁係開心嘅呢幾個獎都。有冇諗到會有咁多嘅獎項咧？其實冇嘅，當時真係我抱住心態出完唔得就真係專心做翻設計，唔畫嘢，乜都唔搞嘅，即係我係抱住心態係預咗書，咁但係就喺書展時候賣嘅咁。 每一日都有啲讀者就可能喺啲社交平台同我講話好好睇，好正，咁好中意個 idea， 好創新，即係好多好多正面嘅回應嘅時候，就開始越開心咯，即係原來真係得嘅喎。咁去到金月獎嘅時候，其實當時係點樣嘅咧？即係你點知道你得獎咧？出版社同我講嘅，咁其實當時呢個金月獎嗰個賽制咧。 就有要有一半咧係要投票嘅，咁有一半就係評審去投票。咁嗰當時我係預咗輸嘅，因為我咁多位前輩佢哋嘅粉絲讀者都好多，但投票嘅話我預咗輸嘅。咁之後出版社打嚟，喂得啦，攞到啊咁樣，哇攞到啊！咁嗰時都就已經係覺得。 好難形容，即係覺得bonus嚟嘅，真係賣到或者係正面回應已經好好啦。再有獎已經係額外咗㗎啦，係我嗰個目的出書嘅目的係一個 bonus 咯。頒獎禮嗰日係點嘅咧？頒獎嗰日啊，好似阿馬Sir又當日又攞獎，攞成就獎。咁同台咁一齊攞獎。咁都開心嘅，見到啲前輩咁有一啲係直情我細個睇又係畫景嗰啲前輩，哇！竟然同台一齊攞喎，嗰個～ 好有趣咯！即係以前睇佢哋嘅書，依家就同台攞獎，好似同一啲前輩近咗個關係。係啊，我都要以前係自己嘅畫作係真係俾朋友睇。原來我嘅作品而家正式同前輩一齊面對市場，呢一個係覺得自己係要成長啦，要長大咯。係啊，你今日都帶咗啲你嘅手稿俾同大家即係分享下。即係大家可能睇到你嘅稿嘅時候，都發覺你嗰啲畫係好密密麻麻嘅。 係咪因為你即係你對於呢一種咁嘅景象特別有感覺，定係你因為喺香港呢個環境之下你睇到嘅咧？我中意，因為其實如果相比於日漫同港漫，係我中意港漫，係港漫因為佢真實感重，我好中意啲好真實感嘅畫嘅，因為可能我好中意睇相，有時我好中意睇黑白相，咁所以我唔中意畫一啲好簡陋嘅嘢，咁所以就。 不其然就我覺得好精細，咁以前我畫素描，以前唯一一次貼堂啊，即係一次啫，就畫棵樹，我即係畫到好細緻，啲木紋啊，啲嘢都好細緻嘅時候，跟住係貼堂咁耐，就我開始慢慢覺得原來我係畫細緻嘅畫風係適合自己嘅，咁其實呢一張係應該係最參賽時候早期災難嘅其中一張嚟嘅，咁就好似一個大浪冚曬成個香港咁樣，咁呢個係差唔多係成個作品嘅一個。 最主要嘅一張圖，我最比較中意嘅，係咁呢個後期到
開始就係要為咗要出書啦，我就開始要增加內容，就佢個浪冚落嚟嘅時候一啲另一個角度啦，咁樣咯。你係咪要即係好多嘅想像力去到構思？你係咪會畫咗即係呢一個原本嘅景，再想像佢喺災難之後，定係你一路畫就已經係喺個災難嘅想像情景之下咧？其實都要咁又要睇一翻原本嘅相啦。我要知道嗰笪地方，因為我係寫生啊嘛，咁我又要去到嗰度地方影一幅相，或者我望嗰個景。其實我應該企喺個位。首先我是安全的，冇浪冚過嚟嘅。咁然後我就應該依個景就畫啦。咁我就所以係要諗咯，同埋我要諗個浪由邊度冚過嚟啊？依啲我都要思考。咁同埋本書嘅流程，即係我幾畫邊個位啊？我依啲都係要考慮咯，因為我要諗個作者，即係個主角，佢唔可以即係佢要避難，可能佢喺香港嗰邊。咁災難咗之後，我冇理由去咗新界區噶嘛，咁好難去新界區啊，咁佢都係徒步去翻附近嘅地方，咁呢啲都係有趣嘅。好多邏輯上個思考係啊，因為要跟翻足。咁嗱，依個咧，我依個都比較最幾中意一張畫嚟，咁係災難之後嘅中環。其實喺呢個故事裏面，其實你透過呢本書，其實你有啲嘅信息想俾讀者或者觀眾嘅。因為原本因為啱啱講到邏輯呢樣嘢啦，咁我就要諗即係雖然係一本繪本，可以作品故事可以唔合邏輯嘅，但我自己中意係因為我覺得作為畫家要有一個社會責任啦，即係要講一啲有啲信息帶俾人嘅。咁我今次呢個作品係想講環保嘅，咁因為眼見就係我哋睇亞洲區啦，日本啦、台灣啦，佢哋嘅環保做得好好。其實我哋香港係比較落後少少。咁我哋其實不停咁破壞緊大自然嘅時候，其實大自然可能我哋當佢有靈性嘅時候，佢可能會發火。佢發火係點咧？佢可能地震、海嘯咁嚟向我哋報復。咁呢個就係因為我想將點解香港係香港好嘅地方，就係我哋唔會有好大嘅天災。咁我都要俾合理化去點解香港會有災難咧？咁樣即係有少少啦，即係有啲虛幻少少啦，俾咗。係，但都希望大家要關注到環保呢啲議題嘅。我見到你咧，除咗譬如呢本漫畫之外咧，其實譬如你成日都喺社交平台度同大家分享你嘅作品咧，即係你好多時候會將你嘅作品跟住去到嗰個原地嗰度影一張嗰張相嘅，即係點解你中意有呢個咁嘅動作咧？因為覺得有陣時其實香港做嘢或者壓力好大啊，或者係好忙嘅。其實即係我好似以我又有正職，但又要翻去畫嘢。咁有陣時畫稿咧，你就要好大壓力嘅，因為你唔可以錯或者你唔可以求其。咁但係畫寫生啊嗰啲就舒服嘅地方就係、是。我點畫都得㗎嘛，我可能我真係潦幾筆，或者可能我潦半粒鐘一個鐘，好輕鬆嘅，咁又令我放鬆心情嘅啫。咁我畫完，我覺得有個印記，咁啊影翻幅相出嚟，咁依個係純粹係舒緩我自己嘅壓力嘅啫。今次第一本書有咁好嘅反應啦，展望將來有冇啲你自己想做嘅，或者即係有啲想法去構思咧？嚟緊都有嘅，因為應該講翻一年啦，一年就會嚟緊就有專欄啦，喺一個雜誌潮流雜誌去做專欄，咁就主要係講翻一啲介紹翻香港一啲舊嘅建築物嘅，咁、那個講一啲集體回憶。咁嚟緊同出版社就計劃就應該今年唔會出個人書啦，第二本嘅，咁就可能下年。咁因為其實比較大壓力，因為個個都諗住哇香港災難咁有諗法咁有創意嘅時候，其實啲人。其實有啲回應係期待你第二本作品，咁其實有壓力嘅，期待哇！依本好度得好辛苦咯，仲要諗第二本，咁我就要諗得好好，要希望可以突破過第一本，用一個新嘅玩法去玩書咯。即係我覺得實體書係有價值嘅，我係想唔想做一本平平無奇嘅實體書，我想做一本大家可以參與到嘅實體書。呢本做咗幾耐嘅時間？呢本如果計埋比賽，其實都用咗兩年嘅。兩年先。係啊，咁但係即係咁中間又做其他嘢啦。咁但係就由零到做完，真係兩年時間去度咯。所以下一本應該唔使兩年㗎嘛？下一本計埋可能都要兩年。好，今日多謝曬 Pencil，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今日訪問咧，俾我最大嘅感想咧，就係出一本嘅漫畫書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從你個構思啦、想法啦、故事嘅結構啦，同埋成本書嘅製作，俾到讀者點可以睇到，其實花咗好多嘅心血嘅。同埋最緊要咧，背後仲有一個好嘅老闆、好嘅出版商啦，係不計成本、不計金錢咁去支持呢啲想法嘅。所以大家當你見到啲作品嘅時候，真係要好好地去留心佢嘅細節啦，同埋喺背後嘅好多想法放喺裏面嘅。